们一路辛苦了。兄弟代表蒋委员长问候仇先生。不敢不敢，请。红军要过金沙江，向西北逃窜。委员长恳请仇先生出兵阻击，只要把红军拉住三天，中央军就能赶到。呵呵，哎，难道您就袖手旁观？那自然不，反共我们是一家，不过兄弟有为难之处，此地派系甚多，难以统一指挥。程先生，瞧，委员长已经为您安排好了。这个，兄弟我实在不敢当，请坐，请坐。特派员一路辛苦了。哪里哪里，请坐请坐。请特派员转告委员长，一切包在兄弟身上，红军过不了金沙江。哦，老兄有这样的把握？即使过了江，也过不了藏民区。请问我可以到江北去搬一位藏族女菩萨。哦，这位女菩萨是桑格吐司的独养女，把她请来就可以调动5000藏兵。啊，装起来。啊，红军。对，你们这些该杀的蛮，我们就是红军。哎，回去告诉你们土司，快把藏区让给我们，要不先杀他的女儿，再把你们这些蛮子通通杀光。带走。猪妈，猪妈，你们这些强盗把猪妈留下。猪妈，猪妈。